我先放冰箱，放好一点。然后一包锅，好，谢谢。决定奶粉的菜应该都可以吃了。那一般吃饭都你自己煮这样子？哎，我自己煮这样子。然后他每个月也是要去割中午。哦，还是要割一条。就再重一些，就是没什么钱这样子。几个兄弟？两个。就割掉。那个是我大哥的儿子。